高楼大厦再盖就有，但旧城区许多饶富文化价值的老屋街廓，一旦倾颓消失了，就难以再回头。因此，台中市府要给予老建筑重生的力量。文化城中城计划积极推动中区再生，像是在台中放送局、第二市场透过新点子，让这些老建筑最近都成为文创市集的传播地。从保护它的观点，从维护它的观点，赋予它新的生命以后，变成让中区成为一个相对于其他从化区完全不一样的特色，吸引人再回到这个区域来做，不管是观光，不管是消费的一个动力。希望从文化的角度来带领中区复苏，将旧有的空间形成文创观光圈，赋予台中市更多魅力。透过旧城区整体的再造重生，共同创造新记忆和新价值。